丰唇的方法呢，有手术的方法，一般就是，唇部有外伤啊，有缺损呢、啊，是这类的缺陷性的修复手术，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移植，自体的，真皮呀、啊，或者是移植皮瓣儿啊，或者是肌肉瓣儿啊，来修复那种，唇缺损的手术。再有呢，就是自体脂肪颗粒来封唇，自体脂肪颗粒来封唇。第三种呢，是也可以采用玻尿酸来封唇。自体脂肪颗粒的封唇的优点呢，就是一旦它成活了，就不用多次反复的去填充。而玻尿酸封唇呢，其实是最普遍的一种手术方法，因为玻尿酸呢，它取材方便，也不用抽取自体的脂肪，可以说是午餐美容。几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封唇的效果。